1927年7月，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的分共主张，准备在党政军各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清党，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屠杀行动正在悄然上演。时间差不多了，再不去梳洗就迟了。着什么急呀？还没分出胜负呢。喂，我找夏和轩夏干事。我哥他不在。你是雨竹吧？对，请问你是哪位啊？我。拿我寻开心，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到那种地方我就紧张。你紧张什么呀？之前学校的舞会你不是陪我去过吗？那不一样，少爷说了今天会来很多人，还有政府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跟你说，这种酒会就跟咱们家里以前办的那种堂会差不多。来，我见罪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小姐，差不多就行了。好看吗？啊，送你。哦，不行不行，这是少爷特地从东阳给你带的礼物，太贵重了。贵重又怎么了？咱们俩不分彼此。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说行就行。手放下，好看吗？啊！开场喽！开场喽！别动！别动！车夫，我们快走吧。跟党部的同志和几个常务委员打好招呼了吧？发言务必简短。都说了。嗯。程斌女侠，嗯，酒会流程单确认没问题吧？确认好了，就按这个执行吧。好。嗯。没事吧？没受伤吧？啊，别哭了，姐姐给你拿糖吃。这是什么呀？没见过。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你看，你看这是什么？这个好玩吗？姐姐把这个送给你好不好？你别哭了。谢谢。拿着。对不起啊，我孩子太淘气了，刚才撞到你了。我实在是忙不过来，没照看好他。没事没事，李竹，
秋蜜姐，到底是大家闺秀，很得体啊。哎，我哥呢？哦，他在忙，一会儿就过来。他强迫我来，结果他自己倒不出现了。你哥呀，是想让你来体验一下革命的氛围，长长见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已经跟随孙先生学了很多东西了。程明女侠，关于劳动节妇女上街游行的事儿，记者们想问问妇女部的态度，这是他们你的问题。这些记者是想问，女人怎么看待游行的女人吧？生在这个时代，我更希望我是个男人。拿下去吧，回头再说。程明姐，嗯，你要是个男人的话，那我哥不得遗憾死了。贫嘴。老师，小心点儿。老师，都已经准备好了，酒会可以准时开始。辛苦了，侯爵。国民党那边的高官一个都没有。我们的酒会不是办给别人看的，就算他们不来，咱们一样要庆祝。可是我觉得，汪精卫迟早会不讲好战，之前的各路传闻绝不是空穴来风。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要坚持下去，毕竟国共合作来之不易啊。可是现在你们的处境很危险，大家不是还没有撕破脸吗？不能因为有这个可能就先躲起来了。老师，嗯，我想加入贵党的事情有进展了吗？彭轩，你的入党申请书我已经递交上去了，在这个时候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很钦佩你。今天来的人还不少啊！哟，哎，先生，好，幸会，幸会，幸会。任少尉，您在农政部工作，能否谈一下当今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中国农民问题的小姐两个字，贫农，而贫农问题的中心就是耕地问题。哥，你干什么呀？真讨厌！今天可不是让你来玩的，过来见志远老师，快！嗯。哎呀！走。少局，好，谢谢您啊。好，谢谢。玉珠，来见过志远老师。志远老师，你的琴弹得真好，舒伯特《尊严》里的欢快灵动被你演绎得恰到好处。你懂音乐啊？不敢说懂，喜欢而已。只不过呢，记乐谱太过枯燥，我总是半途而废。那你知道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吗？当然，这可是世上公认最难的曲子。我可以倒背如流。是吗？老师，玉珠从小记忆力特别好。只要他用心啊，看一遍就全能记住。过目不忘可不得了啊！我要是有这个本事就好了。彭轩，你这个妹妹可比咱们两个都聪明。小姐不仅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而且什么？没了。对不起啊，我一个下人，我不应该插嘴的。有话就说是民主的表现。双菊，你今天就民主一回。你还记得我啊？当然，盛局啊，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什么上人下人之分，你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今天召开这个劳动大会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广大的劳动者一起来吗？没有你们就没有了色泽。现在是新的时代，女性要自立自强。你看看程璧，她就是你的榜样。我是孙天普，是，坚决执行命令。喂，宋光吗？是，我命令你立刻带着警卫队来国府小礼堂，逮捕这里所有的共产党。是。
马上集合队伍！报告队长，集合完毕。一环的行动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今天的这个招待酒会是为了庆祝劳动大会胜利闭幕而举办的。众所周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先总理提出来的三大政策。他告诉我，文清哥，出事了，数据被查出，李文忠到现在都下落不明。王经纬动手了，记者问我，会不会是李文忠知道了什么？ 对国共合作，我是持乐观态度，像孙主任说的，就像夫妻之间，其实有一些小事。吴总，今天家里有没有来找过我？没有啊。你好好想想，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今天有通电话找你，但是什么也没说就挂了。肯定是老李，一定出事。你再好好想想。 我找夏恒轩下岸时，我跟他不在，几位女士哪位？站住！别跑！站开！站开！这是什么呀？姐姐把这个送给你，好不好？你别哭了。未来的前景，无论发生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向前。各位，众所周知，我们共产党人会争取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不懈奋斗。 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都会继续向前。守住前后门，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离开。是。将来的生命，就是历史。对不起啊，小妹妹，小妹妹，刚才姐姐给你的小泥人呢？我知道。不知道。 向劳动大会的最后胜利闭幕表示祝贺。哥，在我看来，两党联姻就像两口子过日子。哥，你看看这个，会不会有什么线索？总理曾说过，共产党人就是国民党起死回生，以推进国民革命的新鲜血液。所以，先动用一切办法来维护。
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还是快走，否则来不及了。执行汪主席的命令，立即逮捕共产党人任志远、康定文、李群、冯光明、王杰。孙主任，这就是你说的两口子的打打闹闹，这也太滑稽了吧！前一秒你还高喊联俄联共，你们共产党人不但反对我们，而且还要夺我们的党权、军权，是你们主动放弃了先总理的政策，怪不得别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宋光，还等什么？执行命令！执行命令！哎哎，小雪，小天，你别不识相，否则……否则什么？想掌握老实，我是要踏我哥。汪主席有令，妨碍者同罪论处。别以为我不该杀你。我恨自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好，想当共产党是吧？我成全你，把他带走。苏队，对，李书记，快，住手！住手！跟你们走，郝轩，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老师，我记住，追求真理的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偶尔跌倒，不算是失败。走吧，哥。怎么样，查到什么了吗？志远老师被关在卫戍区的监狱了。用刑了？还没有，只不过……只不过什么？恒泉哥，他们可能会被枪决，执行时间还没有确定。人民政府最大的收获就是遇见了你，是你用一腔热血告诉我什么是革命。正因如此，我们的爱才更加的铭心刻骨。这不是儿戏，会出人命。你要是死了，我绝对不会渡祸。你想想，一对革命情侣，为主义，为革命，
携手献身。这是多浪漫的事情啊！带上我吧。我就知道今天二位会来找我。坐吧。宋大哥，在我心里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兄长来看待。恒雪，你我情同手足，你的父亲是我一生的榜样。既是如此，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恒雪，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帮忙，但唯独任志远这件事情，我是万万做不到的。宋大哥，我只需要你允许我们进入监牢探视就足够，其他事情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要是允许了你，那就是害了你。你不允许，我一样会去救。为什么就不能行个方便呢？现在共产党的事情那么棘手，别人躲还来不及，你还往上蹭。反正人我一定会去救的，即使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告辞。鲁莽！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任志远很快会被转移到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专案人押送，持特别通行证。我还有些事情，你们慢慢看。我去去就回。冥顽不灵！把会议室的门打开，我去那歇一会儿。是。哎呀，长官，长官，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们家小姐不在家，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儿啊？夏雨竹涉嫌通共，我们要带她回警队问话。啊！你们凭什么说我家小姐通共？在昨天的酒会上，有人看到夏雨竹利用这个给共产党通风报信。这个女人不是我家小姐的，别狡辩了。这件事我们调查过了，证据确凿，经抓人。哎，这件事情跟小姐没有关系，是我做的。我凭什么相信你？这个女人是我带进去的，我家小姐毫不知情。你们不用抓我家小姐，我跟你们走。双菊，双菊，哎呦，怎么回事啊？你们要说清楚的。不可以这样乱抓人的！哎，我不要这样！哎，你们，双菊怎么让人给带走了？哎呀，小姐，他们说双菊有一个什么泥人，通共嫌疑，要带到警卫队去问话。我哥呢？少爷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回来，他打来电话说这几天都不回来，叫你不要担心。你们，哎，小姐，小姐。什么事儿？
我们奉卫戍区警卫队之命来押送要犯任志远等人。有证件吗？跟我来吧。站住！干什么呢？我找松光大哥，麻烦你让我进去吧。不行，让我进去。没有许可，任何人都不能进。把他放进来吧。是。来找宋队长的吧。他不在。不在。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等他。你是为了顾双菊的事来的吧？沈副队长，这件事情跟双菊真的没有关系。那个泥人是在我的手袋里的。无论那个泥人是你的还是双菊的，都不要再张扬了。这件事我会帮你想办法，你放心，有我在，他们不会为难顾双菊的。谢谢你啊。那你有什么办法？你去准备一些烟钱，我打点来调查的人。这件事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我让他们高抬贵手，了解完情况就把双菊给放了。那我现在就回去取钱。为什么不直接去见老？你是第一次押送的，来监狱提人是有程序的。他们是卫戍区警卫队的，要来押送任志远等共产党。看着有点陌生啊。我们在警卫队是负责执行秘密任务的，这次因为要犯任志远等人身份特殊，所以卫戍区派我们前来，以防万一。哦，原来如此，那就把人提走吧。我想核实一下，你们是不是派人到监狱来提那些共产党了？什么？快下车！快拦下他们！他们是冒充的！
经查明，冒充我警卫队押送人员闯进监狱劫走要犯任志远等人的是农政部干事夏恒轩、安文华和妇女部政训班教员肖成碧。他们怎么会有特别通行证呢？这个我听说夏恒轩和肖成碧好像是来找过宋队长，但是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怎么回事？夏恒轩他们确实来找过我，想通过我打听任志远的消息，但是我是明白纪律的，所以当即就拒绝了，并且在走廊上面呵斥了他们，最后我把他俩晾在了办公室里。这天警卫队的人可以替我作证。是属下误会了，还以为宋队长会凭着和夏家的关系有所袒护，没想到这么铁面无私，卑职佩服。够了，现在木已成舟，多说无益。上面责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搜捕任志远、夏红轩等人，务必三日内结案。主任，我们警卫队一定全力以赴，但是既然他们敢劫狱，一定已经想好了退路，所以我觉得这三日之期未免有些太……我陈德道愿意亲自带队缉拿不法之徒，替长官分忧，解燃眉之急。好，派几个人24小时盯着夏红轩家。是，队长，就三天期限，咱们能完成任务吗？不该你瞎操心的事儿，就别瞎操心。我什么时候打过无准备之仗？我要是没有点把握，能在孙主任面前立下军令状吗？啊，没错，没错。早就看他们共产党不顺眼了，成天国家民族的装孙子也就算了，那帮农会的泥腿子，把我老家的地给分了，把老头子戴着高帽游了街。欺人太甚啊！可是队长，您这么大包大揽，宋队长会不会有想法？他有想法能怎么样？我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现在的形势，正如人家《金瓶梅》里所说的那样：“天道不息，一花才败，一花开啊。”总算回来了，没事吧？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快起来！我小时候身子弱，父母把我卖了，是夏家救了我。要不是夏家，我早就死了。我这条命是夏家的，现在小姐又再次救了我，我会用自己的命来报答小姐。双菊，你快起来！你是为了保护我才被他们抓走的，要跪也是我给你跪，你快起来！以后双菊只为小姐活，小姐在，双菊就在。我救你就是救我自己，没有你我一个人还有什么意思呀？你快起来，你快起来！对，这是陈副队长让我还给你的。他怎么？陈副队长说，共产党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跟咱们没有关系，是个误会，这个钱他不能收。哎呀，阿弥陀佛，这世上还是好人多，这陈副队长真是个大好人。你饿了吧？让于妈给你做点好吃的，走。哎，估计船友也到了。恒轩，你这一走，玉珠怎么办？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这些年我们兄妹相依为命，感情很深，即使让他接触革命，我也小心翼翼，生怕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但这件事情事出突然，我这做哥哥的也是迫不得已。王轩，你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救出来，我很感谢你，
但是老师还是要批评你。革命需要激情，也需要胆识，但激情不是激进，胆识也不是莽撞，这中间的分寸你一定要把握好，否则就会盲目，就会冲动。确实莽撞了些，但好在结果还不错。现在也只能暂时委屈一下玉竹，等风头过了，我再想办法和他相聚。您用茶，谢谢。啊，小姐，陈副队长，你怎么来了？我是为你哥的事过来的。我哥？我哥怎么了？他这几天回来过吗？他来电话说这几天都不回来了。这就麻烦了。怎么了？我哥到底出什么事了？咱们不是外人，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宋队长让我来的，党内有人要对付夏恒轩，他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他现在在哪儿啊？他电话里没多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哥这个人眼里由不得沙子，脾气又不好，在党内得罪了不少人。宋队长让我全力以赴找到夏恒轩，并且设法保护他，所以你知道他在哪儿，一定要告诉我。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这就不好办了。我刚才来的时候，门口有人监视，肯定是来抓他的。我去看看。